紅磡崇安街33號一間茶餐廳遇事，事發喺星期六朝早7點幾，涉事餐廳嘅職員翻鋪頭開工嗰陣，見到廚房後門排鎖被砸爛，入到鋪頭發現遇事，於是通知經理報警。餐廳初步損失收銀機入面嘅幾千元，正點算其他損失，警方正調查事件。